那整个场景完成之后，我们需要做打光的处理。好，那在前面的上一个例子里面，我使用了，哎，等下，FP。好，在前一个范例里面呢，我们有使用灯光的 skylight。好，那就这个，然后把 light tracing 打开，它也可以算出很像很好的天光质感。啊，只要再加个主灯就很好，只是速度非常非常慢。但是我这个场景呢，我也没有使用physical material。那当然你要改成 physical material，然后把这个贴图拖过来，好，整个场景换掉，当然也可以，然后换 auto render 了也行。那 auto render 你就可以使用 daylighting，啊，再加上天空去计算，哦，但相当来讲，它速度应该也会受到影响。那我们来采取一个比较快，然后造假的天光打光方式。我们所需要的是阿米，好，聚那个点光源，大概在你建筑物45度角的地方建立一个，然后搬到大概也是45度角对着它的位置，就这种感觉。好，然后这盏灯呢，要启动 Shadow Map。然后它的光线强度要比较强，我们还要再开启它的衰减。好，那这里的数值会很大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单位是公分哈，所以当我建筑物建的是真实比例的时候，这个数值一定很大。再远一点点，大概这个样子，做出一点衰减感，亮度再调强一些。好，大概这样就行了，不要再上去，好，不太好，太过去了，它地板的照明效果太强了。OK，那然后这盏灯呢，另外再按住 Shift，Instance 出来，好，这一次选 Instance，因为我希望这四盏灯是同一盏，控制就好，不要弄得很复杂，所以。OK，那这样我就有4盏灯照明这个区块。好，OK，那看起来很像有天光，而且地面有影子，只不过这个影子还是有方向性，不太均衡。那这个影子的参数呢，我们要去这边调整。Shadow Map Parameter 这边呢，哦，这预设值不是这个样子，预设值是5124的样子。那它就会得到很杂乱的影子，好，这个，因为我现在这一盏灯只是要模拟环境的照明，好，这只是要模拟环境照明，所以它的影子只要给它大概64的大小，取样率调高，它就会变糊糊的一个影子在地面上。我把它切到 Active Shade。啊，全画面不能切，改一下，改成这样。好，Active Shade 在全画面是不能使用的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地板要改一下。我地板现在有用一个特别的材质，先把它拿掉。那它就会在地上投射出一个这样的影子。现在这盏灯是这样的，我再开强一点。就有一个晕晕那个糊糊的影子，比较接近 ambient occlusion 的计算方式。好，那这个灯呢，它的控制其实你只要开这里就好了，用 tool light list 这样比较好控制。好，也不用再去选灯。不用再选灯，我只要在这里改这盏灯呢，比较偏天空的蓝色，场景就会被全部染上这个蓝色的光影。那不要这么深，大概带一点蓝色就好。OK，那强度呢？这边可以控制阴影的 size，这些都可以在这控制，偏移度0.1。
那我们可以把主光加进来了，再回来一点点，不然看不到。右键 initialize 更新。OK，好，那主光呢，就 target direct，看你高兴从哪个角度都可以，一样找个地方拉到荧幕，那个拉到建筑，然后把光线搬上去。那这盏呢是 target direct refresh 一下就会进来，你可以把它命名叫做太阳。那阳光的亮度会比较偏带一点黄色。好，那它现在它的阴影呢要产生，而且我要很清楚的阴影，所以 ray trace shadow。好，那现在还有的问题是又要回到这条哈，因为那个参数不在这里。我们这盏灯的照明范围很细，现在只有中间细细的这一根，这是照明范围，所以我要把照明范围放大，好，让整栋建筑得到照明。先 close，搬下来一点。它挂掉，这个画面不见了。我把 Active Shade 关掉，它就消失了。还真是晕倒。哎，出来回来，哎，没有回来。那个显示的部分坏掉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换个画面来看，只好这样子。还是我看看能不能，因为你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坏掉，我们切换一下，切过去。切回到四个视窗，好，回来了，终于。好，那现在这盏灯打下来就是它的阴，太阳，等于是说这是阳光，阳光也许换个角度比较好，这样子，调整一下，那。最后场景的照明的感觉就这样，这个要调整一下衰减的感觉，因为看来不太好，太明显的上面受到蓝色的光线的影响。好，那最后的结果必须按算图了，这个最终的结果要用算图看才知道。又太暗，再调亮一点。因为这边你看不到正确的呈现，再切去 Active Shade。如果要从这看，你如果要一边调一边看，要这样子看。好 那我就在这里做调整。光线再亮一点。然后 OK，衰减区域要从这调。OK，那这样好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可以看 render。阴暗面还是太暗，可以再调亮一些些。好，就是还是要符合可以观察，细节上可以观察。那我的衰减应该现在这是衰减的问题，衰减控制再远一点点。又太亮了，那再调暗 好，这个就是你需要花点时间让你的画面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呈现表现。选到 perspective lock 住，免得它一直换。还是太亮，调暗一点。OK，接近比较有点像样子的出来，好，所以这样子，当然灯光再去调气氛，然后如果觉得气氛 OK 了，开始找角度，找观察角度，好，算图的观察角度，
差不多的话就按一下 Ctrl C 建立摄影机。好，那它就会建立一个符合这个位置的 physical camera 物理摄影机。虽然其实我现在没有用到物理摄影机的一些功能，不过它预设现在是建立物理摄影机，所以现在是 physical camera render 的范围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背景图呢，现在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改的话，这个因为我改过了。背景图是放一张渐层，好，就是一张渐层，这样子的渐层，记得转90度。这个如果没有预设是这样，这要转90度。好，那还有呢，这个要改，不然的话它会是这样显示。预设是这样，球体、背景图预设都是用球体，所以这里要人工的改成荧幕的样子。那这张呢，就是拖给他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接上。这作为环境贴图的时候，screen，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地板，做一块很大的地板，给它这一颗材质。好，现在呢有一个地板不好看，叠在背后的影像上其实不是很好看。所以你去找到这一个材质，这个材质一样，就只有动画可以使用，叫 Matte Shadow。这个材质呢，给地板。这材质的特色是什么？哈，它的特色就是 它会接收影子，本身不会被计算出来。好，会接收影子，但是本身不会被计算，所以在算图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影子直接投射在，看起来好像，有一个被渐层的背景，然后影子物件就在它上面。再拉远一点点好了，选到摄影机，然后摄影机的 track。位移跟 Dolly in Dolly out 拉远一点，按一下 Shift F 打开安全框，这样就可以确定 render 的范围。好，那这个建筑看起来就是，哎，好像放在一个渐层的纸板上面，所以应该说一个远方是地表，好像这里是地平线那种感觉的形态，然后影子会投射在地面。好，Ambient Occlusion 也会影响在这个范围。然后就会得到我们要呈现的展示的结果。好 那这一张呢？等一下，刚刚那个图再算一次。这个很好用，就是这一张，其实它那个地面不会出现。你要再去做合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。这是 Alpha，那个板子它就会透背景，不会出现。好，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合成的时候，影像实体影像合成就会用。这一个 Mesh Shadow 材质去做这件事，那它当然也可以。我现在这个地板不适合，如果 把它的角度做得好，或者是换另外一个长相，我把地板换一下。地板如果你把它换成我做个 Cylinder，很巨大的 Cylinder。往下找，然后右键 convert 成 Poly，底下的面都不要。好，我只要留那个表面，就是只要表面就可以。那表面呢，你也可以给这一个。那这样子算的时候是跟刚刚一样啊，会跟刚刚一样，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多加一个，它可以产生反射。其实这个材质，你给它ray trace 作为表面反射的时候，反射率20%，然后 ray trace 材质 attenuation 这一边启动线性的衰减，好 那然后这边看一下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按再 render。
没出来。Environment shading 这个大概开太强了，off。我的反射，它反射没有出现，要检查一下。因为这一个呢，它其实可以做成一个假水面，然后可以透背景，然后又投射颜色。哦，刚刚没有按启动，没有使用。嘿，我们再看一次。啊，太强！好，会呈现这样子的一个反射倒影。嘿，我们用加上去的 additive，原始的，这可能要改不少东西。好，那就是包含地面的原始的材质的设定也要做一些调整。我给它一个 linear 线性的衰减。啊，衰减太快，那个衰减的意思就是影像离这个物体多远以后没有反射了，所以我可以设定是5000。好，那它会有导影反射，但是在一定的距离以外，现在当然是5000有点远，我把它调到500好了，会比较明显一点，看到它的效果。500又太小，要看我们摄影机的距离了。有没有？这里，这个地方就是500以后，所以影子直到这里就没有再往后有影子，这可以控制。好，那而且它衰减成。这个 for off 要设定一下，好，OK，那environment setting 黑色好了，OK，好，导影 好，导影它就会渐层到一点点。当然，如果我把这个画面再拉成这个样子，拉高一点，那把这距离开高一点，你会比较容易看到这一个呈现的效果。就是影像的反射影像其实会衰减，好，远一点的应该会反射不到，所以如果一样给5000好了，那影子这个导影就会慢慢消失，比较自然。好，这是额外讲的这个部分，我们这一次其实不会用到这里，也看不到，因为我们要呈现建筑色的表现而已，所以只是既然用了 matte shadow，我们就顺便补充一下这一个。如果你要合成整个背景，如果是一个风景图，然后建筑物在湖的旁边，你可以拿这个当做假的倒影，投射在那个湖面上。就如果你是找到一张图是这里是湖面，背景是山，然后前面有点地方可以盖房子，就可以把这张图塞上去，这个建筑物塞进去。